咁你仲踎喺度做咩啊？仲快啲去！奴才想请十三王子帮个忙，借我一样嘢。借你咩啊？你嘅命。人嚟啊！人嚟啊！十三王子俾人打死咗啊！姐姐，姐姐，仙儿，咩事啊？那个十三王子，十三王子入咗嚟上武殿度，对我无礼啊！但系我饮咗迷药，失去咗一半功力，我打咗佢一仗，之后就走出嚟呢度啦。你饮咗啲乜嘢啊？郑中人俾我嘅茶啊！又系柳琪。皇上驾到。走啊！臣妾参见皇上。她是你妹妹？是，臣妾曾经禀告过皇上，舍妹会来相陪。朕知道，但是朕不知道她是来杀十三王子的。我没有啊，我剩下三成功力，不可能打得死她的。仙儿，太医验证，狂龙掌利，忠贞前心，肺腑俱连，还想狡辩？柳琪，在。等她看看。是。皇上，捉住佢！皇上，皇上，请皇上三思。皇上，唔通你就唔念在同臣妾之间旧情了咩？皇上，咁捉住佢！遵旨。好，皇上，追柳琪。由他们走了。皇上，宫墙外守卫森严，他们插翼都难飞，就算被他们走了，皇上都应该下旨抄慕容无敌的家，将他一家大小打入天牢，他们自然会自投罗网。准走。谢皇上。慕容无敌。上之名查缉你哋慕容府。啊，哥，督主捉到慕容正。好，带佢哋走。柳琪，你想做乜嘢？快啲放咗我两个仔。哼，慕容兄，恕难从命啊！你哋东闯景锦嚟慕容府捣乱，仲有冇王法？我要参你一半。等你人头落地。哎呀，本督好彩有圣旨在身，奉皇上之命执行公务，如果唔系，真系会被大侠嘅威风吓亲啊！乜嘢圣旨啊？哼，慕容无敌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十三王子惨遭慕容仙狂龙掌暗害身亡，能令缉拿慕容家上下293号归案，交刑部会同慎刑司、九门提督会审。因此，谢万岁。点会咁噶？仙儿唔会害死十三王子嘅。哼，呢啲说话你留到上公堂至讲啦。慕容大侠，你做官
好似来过本督，应该知道朝廷钦犯应该佩戴几多根枷锁噶啦。睇你体格灰，50斤唔算重噶啦。人呢，帮大侠上锁。人呢？系，落封条将所有门窗封好。系，下边有一个收藏财物嘅密室加封，仲有慕容家嘅家门。唔好骚扰我先人嘅坟墓。哼，笑话，本督点知你系咪私藏罪犯啊？柳琪，你只阉狗！将慕容父子三人押返东厂大牢，其他人等一律送地方观察办。系。师傅，师傅，点解打听到啲咩？慕容无敌一家被抄家，今日押返京城，我谂已经到咗添啦。佢哋真系话小仙女打死十三王子，仲系用降龙掌啊！真唔应该俾佢入宫啊！虽然话淑妃娘娘睇住佢啫。但皇宫里面始终都是柳琪贼斗嚟啊嘛！好彩小仙女同贵妃娘娘走得咗得，唔系好彩噶。以佢性格，佢咁冲动，佢随时自己走去救人。柳琪一定保下天罗地网，捉佢两次。嚟啦嚟啦嚟啦！系啊！慕容无敌啊！我哋走啦，行开吓。哎，朝廷一班，我哋。哎呀！神。慕容国丈大人，使唔使饮杯茶啊？我口渴啦，俾啲水，俾啲水我饮啊！你系边个？我系慕容忠。原来系慕容世家嘅长子的孙啊！系啊。哦，对住大家讲，大声啲话，我系犯人慕容忠。求大人俾杯水我，讲啊！我系犯人慕容忠，求大人俾杯水我。好，嚟阿姨，我嚟。去嗰边滗碗水俾慕容公子饮。去啦！呢啲潲水嚟嘅喎，饮啊！饮咁多油，咁臭会点饮啊？臭啦！大人，水啊！慕容公子，水嚟啊！啊！仲唔快啲饮？快啲饮！饮啊！饮啊！